别的男生约我。你在干嘛？呼吸。发张自拍看看呗。用的座机。明天请你吃饭。明天不饿。那后天呢？我吃饭过敏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？不理我的。真的只能当朋友吗？也可以拉黑。当子琪约我。我可以，我太馋了。我太馋了。我今天就走，我再也不回来了。我想好了，我要让你后悔。哎呦，小宝贝，别走了，行不行啊？不，我要走。宝贝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别走了啊！宝贝，我给你提一个问题，你回答对了，我就不走了。嗯，那好。这是什么水果？香蕉啊！你别笑。答对了。答对了。嫂嫂，给我也来点呗。嫂嫂，你为什么要买薄荷味的护手霜？这个味道可真奇怪。你不知道我最讨厌薄荷吗？我连薄荷味的牙膏都不用，我怎么可能买薄荷味的护手霜？你是不是不爱我？嫂嫂，怎么可能啊？你就是不爱我了。我都告诉你了，我不喜欢薄荷，但是你每次请我的时候还是会吃薄荷味的口香糖。但是你说你不喜欢吃香菜，我们每次出去吃饭我都不点香菜。上周四我们一起出去吃火锅，你说你前女友不喜欢吃海带，你这倒是记得挺清楚吗？大锅，哎，这大过年的也太无聊了，也出不去，哎，吵一下，喝点去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啊！你刚才掰了我一下干啥呀？你没看着我工作的领导做文件吗？万一给人发错了咋办呢？大过年的，笑什么笑？别去！你这状态来的也太快了吧？你这得有多恨我呀？滚！哎呦我的妈！子琪，我今天跟茉莉逛街的时候买了个包，你看好看吗？好看好看，我说我今天卡里怎么少了10000块钱？可是这包才100块啊！那剩下的9900呢？我买错一本了。你说是贵还是不贵呢？不贵不贵，太便宜了，真的。子琪，我们去喝奶茶。好啊。这个包包好好看啊，能借我拍个照吗？这个包包我好喜欢呀，可是太贵了，我没舍得买。老弟，你快给我要回来呀！姐姐，你让我来看看。我不借。太过分，我们素不相识的，借你包包是情分，借是本分，我们走。